问题。真心就不必冒险，冒险才能换真心。欢迎收看红星 A 真心话大冒险，还是没有梗？没有梗。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哎。啊，谢谢。我今天穿得很朴素。我觉得这样比之前好看。真的哦，因为刚缴完税没钱，没钱买。不会啊，我看你买新鞋 ，Nike 鞋。去年买的了。哦，去年买的，不是新鞋就对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要这个讨论一个你很擅长，但我很不擅长的一个话题。我很擅长的话题，你觉得你很擅长什么？我最擅长的话题最近都被网友公干啊，说我呀，你活该啊，做什么性别盲，我真的不是好不好呀？好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已经追踪都少500，来不及了，追踪人数持续下探。对啊，我觉得你擅长的应该是台语，台语讲的不错，台南人。平常不能说不错，就正常，跟一般的台南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在台南生活的话，讲国台语的比率大概是多少？基本上在家都是讲台语，对。上学呢，班上同学也是，而且现在很不习惯了，因为我2002年就来台北工作，特坦哦，这个打拼，然后这14年来认识的女生几乎都是跟你不认识，你都讲用国语对谈。哦，台北人。结果一回到台南，有没有有时候去夜店有没有哈、哦，跟那些女生聊天聊台，听到女生讲台语，完全觉得超不习惯。因为你已经来这个台北太久了，但是太多台北。你说光是九处妹好了没有？九处妹有没有？那个台南的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被淋高啊，淋爆哎！”就忽然就看，哇，回到家了那种感觉有没有？现在这个立委在立法院里面啊，用台语质询也变成是一个风潮，就是感觉就比较本土哈、哦。对，跟这个民众地方的乡亲比较接近的这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先让大家看一段影片，是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吴坤玉，他全程用台语来质询。啊，请第一条听台语唔在困难无？勉强，勉强哈，好，你用了哈。啊，第一条老张，老张，啊，即届台南救灾，各咱社会各界拢正好，第一条正肯定哈。我个人也真肯定吼，第一点，你伫第四届的行政院食品安全会议内底发言，来讲国家卫生研究院是不是有这个风险评估的专业，我感觉这点值得肯定。好，那除了吴坤玉委员呢，其实还有一位委员哦，他也是，他以前都是用国语比较多，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啊，就全程用台语这样子。可是他不是要选台北市长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姚文智。咱行政院各部会同仁，大家早安。这首一定我想哈，我都唔免请，一定你请坐。我想今仔这个即阵的时间哦，何其讽刺！因为早起拄只尔啊，咱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，伊才拄好宣布新的行政院院长。哦，啊，即马我这个时间，这个比较即阵，这到底是不是未来？除了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以外，其实在国民党里面呢，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立法委员，他其实也很能讲台语。尤其我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位，是我们新住民的立法委员。哦，新住民，他是新住民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住在彰化，彰化，所以呢，他一开始学习台湾的第一个语言其实是台语。他好像是柬埔寨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他台语呢讲的比国语还要流利。他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就全程用台语，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。新住民立委说台语买通啦。首位新住民立委，国民党部分区立委林立禅，虽然来自柬埔寨，但他质询时国语可流利的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我国的新住民已有51万多人，那我们的新住民二代呢，有将近35万人，自己在学，目前在学的大概有20几万。其实他私底下台语更是下下叫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祥。为柬埔寨这都过来台湾，我过来台湾已经讲变异啊。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人？他是真的很厉害、啊啊。他是有参与什么吗？他是对啊。那时候当初会提名他是他有参有什么背景吗？他有参与很多社会公益相关的，哦、所以他自己在彰化的时候就参与蛮多公共事务的一些活动。哦、不是随便乱找的就对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所以后来才提名他跟这个我们当时在行政院里面有一些部门，
然后也有做相关的合作。哦，有合作过，所以认识了这个人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他已经关心公共议题还蛮久的。对，然后他其实很年轻，然后本人很像一个小女生，可是呢，他自己在投入这种社会公益，尤其是他们新移民的议题是非常努力的。对啊，所以可以看到新移民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多关心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所以这也是第一次，就是说国民党也找了一个这种外籍的配偶，然后来到这个立法院里面，希望这样子可以照顾到更多新移民相关的政策。了解，没错。好，那今天的来宾，我们今天来宾有关系吗？有啊，也是台语很强。新移民哦，不是配偶，不是，但是这个。现在时下这个最流行的台语教学影片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有有有有有，有哈、哦，台语的台语天王。因为我自己台语很不好，所以我平常在家都会看。大家可以练习吗？对对对，想说练习一下，想说有很多人都是说什么啊，要学英文很快就看什么美国影集啊，对啊，你就看布袋戏就好了、啊。可是怕你讲出来的腔调会变布袋戏、啊。哦对、啊，讲到这个布袋戏，先看八点档好了，先看八点档就好了。讲到布袋戏，我们今天其中一个来宾，他也不算我们来宾，就是常会出现在后面的。哦，一下削波块啊！对对对，一下鸡排。鸡排，对 对, 对，今天是我们的常敬仁先生。哇，好帅、啊！欢迎欢迎欢迎！对，节目太乱来了。假心，假，你假，你假帅了，假心。现在那个怎么大？有没有讲很像舞龙舞狮的狮子？有没有？你衣服去哪里租的、啊？他其实是穿皇帝的衣服。好了，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这个台南市议员谢龙介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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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议员你好，来我们这边站。台南，他是台南的这个选民，告诉你的选区。中西区诶，卖砖卖砖，我的选区。今天我中西区诶啊，我北区诶。啊，李伟，无李伟选举诶，兄弟。对嘛，李伟选举。李伟，你有投无？我家己我有出来选，你无看你变做遐？你也卡个是我，你也卡个是我啊！你有无咧看？你也卡个是我啊！你就是他，嗨，实在是。所以当时在这个选举公报上面就有看到，又有他的照片，又有您的照片。瞬间，你的知名度也是大家广为流传的。对啊，变折哎，像你这款的，太变折了，已经被告啦，被告，唔过今麦拢未接到通知，被告诉克拉安了，今麦林转拢撤告啊，挂你行刑抓撤啊，撤告，谢谢谢谢，这个也想到就是我们最近在国民党啊，是也开始去发展一些这种像是社会运动这样子的抗议，要不要议员先跟我们说一下，你当时好像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主持人，哦，顶礼拜嘿。是一个真感动人啦吼，当然有一挂地方的农民啊，饲猪的猪农吼，啊，结果呢，牵一挂渔民起来，表达因的心声啦，就是咧希望蔡政府吼，唔通唔捌捡猪屎，啊，头一摆就拄到猪尿屎啦，哎呀，那他们上任，可是也还没开始，你八字还没撇啊，你可咧只紧张，唔是啊，新闻生而对啊。部长有讲，部长讲啊，哦，部长讲咱挡袂掉。哦，曹启宏部长，你刚是抗议现场，你是做朱启麟吗？我什么朱启麟？我当然，我第一摊我看朱启了，下底气氛无介高，火力无介强。我刚刚暴龙枪啊！一声你内行诶，我声跳进前去，对不对？不过诶，看住了，你当然有一挂吼，你的同志吼，有讲一挂话较含诶，就迄个吴玉生啊。伊咧开小英讲啊，小英你都没有出阁，都没有出家，那我们就来倒阁。攻击姜维干嘛？后来变成黄昭顺公，黄昭顺公那边撤剧嘛，撤剧嘛，攻现场啊。出阁靠要紧啊，不是为阁得啊，你咧。谁说亏的？该亏的没有。蔡英文政府跟这个林权新内阁啊，上任一阵子了，你给他们打几分？嗯，伊的就职演说吼。我是甲拍90分嘛，吼、哦，就五厘块。就职演说，啊，但伊无制造新的问题，啊，所以看起来伊嘛无能力去制造问题啦，吼、嗯。其实卖制造问题，哎、欸，啊，第二伊无解决问题，啊，起来伊可能也无能力能解决问题。嗯。那安尼就是表示袂歹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卖甲咱制造困扰啊，所以我给伊90分。啊！你刚刚马英九搞这只困扰，豆豆啊来！哦，那马英九你甲看卖吼，最近落来吼，过去的困扰即马拢无伊呢。即马说，哎，台湾人说愈来愈甲芳条。真的啊！哎，啊，你甲看卖啊，这两三礼拜来，哇，
刷小英做的，拢伊较早做的啊，你有感觉 ？W H 呢？哇，去参加大会啦！咱妈英九迄阵啊，拢部长去就讲台湾，啊，即马变古仔囝咧。啊，人小英正正讲维持台湾啊，无讲啊。小英讲维持现状啊，伊算计人口，讲维持现状啊。那马英九说，不就是维持我的现状吗？哦，当然啦、啊，这是维持基本的现状吗？维持基本，所以维持马英九基本的现状是维持。维持伊即马要基本的现状。啊！伊这个要对人的脚步，歹势讲，人讲吼、哦、有样看样啦，啊无样家己想啦，嗯、啊若无大狗啦爬墙，小狗嘛会趁样，对不对？哦，台语教学，小心你听得懂吗？欸、我听得懂一般的谚语就没办法，谚语太专业。你看是不是？嗯、他说小狗爬墙那个你听得懂吗？小狗爬墙听不懂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节目要上字幕哎、欸，对啊，不然很多哦北部的观众。对，北部的观众朋友，谚语的听有啦，大家拢爱台湾，敢会听无、嗯？大狗爬墙，小狗趁羊啊！啊，你也去看麦啊，高铁站边啊，台南的高铁站贵龙也到哦。哎、哦欸，对，你就你来等伊就知。对，沙仑也到。大只狗啦，爬过我狗啊，爬细只就对咧爬啊，有样学样啊，来行诶，你听。我觉得你们可以搭档变成一个台语教学节目，这个艺人负责讲台语的部分，你负责翻译，我觉得我真的会准时收看。那我们刚刚评论完这个民进党的新政府啊，那国民党呢，就说现在的立法院党团，您认为说他们的战力够不够？国民党是安尼啦吼。国民党就亲像肉鸡啦，肉鸡就饲伫啊，等要红台的啊。饲料鸡啦，哦，肉鸡就食饲料的嘛吼、嗯。啊，过去民进党哦是小拍鸡嘛，哦啊小拍鸡吼伊食牛肉嘛，那个饲肉、饲青肉好食，所以起来吼、哦、大家靠。有在运动啊，有野性，放手鸡啦，放手鸡啦。啊，即马国民党呢，经过即马宰野了后呢，对肉鸡呢变作风啊。哦，风啊，风啊，仿山鸡，仿山鸡啦，啊，即卖来风啊了，价比土鸡再少一点，风啊了来进化，跟着放山鸡，放山鸡啊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一步一步来，哎，聊聊啊，适应在野的感觉啦，哈，孔子公讲的，哦，无欲速，无见效力，欲速则不达，见效力则大事不成。欲速则不达、哦，所以你都要讲诶，爱顺输讲究。然后就是到借着每次的战场来模拟演习，操兵操兵啦哦。哎，紧咧，邓家人哦，安怎是不是推进嘛？对啊，爱开始安尼。哇，迄日顶礼拜我看有人邓家人等着伊去邓公玩，伊是做唔着物件哦，伊无经验嘛。邓公玩，像我们这抗疫有经验，一家人哦，你提早几个月就买好，好啊，不要拍你头臭。牵嘴开始吵，对吧？哎，再讲完是啊，跟临时来行，临时去 seven 11买一块的呀。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台南啊，国民党已经长期就是沦陷区了啦，对啊。所以说议员应该最有在野的这个经验，是。那所以说也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去跟这个民进党这边来相互抗衡。嗯、那国民党有没有来询问您的意见？哦，这免问啦，这啦爱个人家，你参做知影动都袂晓，爱个问，这局势形势啦，环境造成，你必须不断去蜕变。嗯、所以呢，做知影动，自然呢，执政党啊，那失德啦，哦。嗯、孔子公有讲，政家政也，主事以政，谁敢不政？哦，所以这就是讲，上不政即下歪嘛。总统伊若做会好，安、尼。下底的人要做在野党嘛，无机会啊！要抗争嘛，无机会。但是不是啊？院中院提三溪水，院反院复小人心啊！兵青换红，兵来兵去，哦，连伊抢鸡鸟的都过少，叫渔民会使去掠。外交部讲迄袂使，迄是太政治害的。所以这吼、哦，互人民无所适从啊！对，讲到这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就种钓鱼台的问题啊，吼，拢差真久哦。你感觉讲如果？哦，比如台湾、中國，因为咱讲下骹有啥物石油啦、哦，天然气安尼啊。如果若是讲中国、日本、台湾安尼话，三平三国安尼哦，合作做伙开发，你感觉？水，可是先各自争议啊。各自争议。啊，未成功，未成功。啊，恁都无了解啊。钓鱼台附近的海域啦，吼、嗯，所蕴藏的石油量啊，根据专家的研究啦，吼、嗯，那、以台湾的经济规模啦。嗯连续安尼，予台湾用啦，会当用800年啊！八百年，大家拢会当塞车塞免钱啊！哦，安尼会当用800年哦、喔。
所以中国马英九伊就是讲，各地争议共同开发，这叫做东海和平倡议啊。东海和平倡议。所以，那是中国、日本、台湾三国大家做伙开发，三啊三十一，安尼有水无？水啊，会行未？未行。所以说嘛，是讲讲话，讲是啊。啊，唔是安尼咯。讲嘛，讲就好挑衣，因为爱会晓当经。讲一个做未到的物件咧。做会到，做会到。佮加一国另外了，做会到。你知无？美国因为现在都在讲很多这种国家级的事务，但是一开始啊，就说让全国的民众都爆红，知道说谢龙介议员其实是因为呢跟这个赖清德市长有非常多的互动。我们来看一下 VCR。龙介先再见赖神，美国抵到台独点50分钟。讲一嘴嫩嫩的台语，会当让人唔敢喊苦。欢迎收看《龙介先大大大大大神》。首先是进口美国猪，找到机会赶紧来点一个。如果为了做总统，和美国人交换条件，三百斤一罐的美国猪肉进口，那呢，你总统卖做也罢，也袂讲居民愤愤，你的主张要采用一罐的政府。我是安啦，规个行政资源拢在恁的手，袂敢再讲两句啊！啥无礼貌呢？龙介先提出以前叶金川参加 WHA 大会，提到中华台北，让民进党骂到臭头，只嘛小英政府煞来急点点。请问你主张台独，是用你赖清德个人的身份主张台独？或者是用台南市长的身份主张台独，连我吼千万唔通帮中国讲话。那我帮中国讲话啊！人讲最毒有人心，好啊！你比社会之心较毒，你真正用剪刀啊！帮中国讲话就会稳得，稳得哟！无你有代志，我无得。你搁讲一遍啊！大清点，迄一堆树当家的英雄议员，甲人洗面啊，帮中国讲话。这要每年台南市政府房屋税调整他最近又被评选为五星市长，你怎么看呢、啊？我是。啊！啊！伊袂得足伊好烂啦！哦，讲真哦，讲真算袂话啊！啊，无变啦！啊，你做伊话，你官多，你我敢无官多？嗯，我你八百十毛的，哦，上可爱。嗯，因支持赖清德，伊嘛明知知我看赖清德门市办到袂好势，我看阮迄个上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我今仔日之所以安尼叫做民主嘛，嗯，民主就是讲伊做市长，我做议员。你该监督，我当然是监督。哪呢？噶无当监督，是安怎选一个市长，爱阁选57个议员，57个议员一个月共领偌济血汗钱，你敢知？啊，食议员，等下我请教一下哦。像咱咧讲到市长这个代志吼，即马真侪人，即几冬啦，足侪人拢讲哦，即个咱南部市即个立个即个吼，即个立个大本营哦，大票仓内底啊，我甚至就看到邱毅咧开一个陈局啊，讲一个税局，伊连群拢会动算啦。唔，其实我有印象，开始伫我打出我今年算要40啦吼。我伫我国校时阵，我有我捌台南市市长是拢国民党诶，苏南成啊、林文雄啦、啊，啊，这是地名嘛。还是到后来个张灿宏伊较透顺，然后后来才一直变绿的，所以并不像民众所说的什么台南是什么我深绿。在过去过去以前都是国民党的这样子，而且甚至2008年的总统选举。还没县市合并的哦，
台南市的选票，马英九赢。国民党对民进党是51-49呢。马英九赢6200多票。欸、对啊，嗯、啊所以哎呀、啊，但是为什么这几年会变成？你看蓝的变成这样子，本土潮流真大的影响。嗯，哦，本土意识的高涨。对。那么，所以真济府城的乡亲，伊疼惜我就是讲，你有本土意识。伊市长邓我偌清德，哦，结果伊议员邓我吃两届，我看你想那议员要邓我，无我都爱看你去看烧咩啊？啊，你话啊，你也无代表国民党出来选市长，有雕一定的，有哦，预告了，预告了，有雕一定的，那可是最近这个赖清德市长啊，他未来也没有办法再连任这个台南市长，所以可能会去选。新北市长你怎么看啊？你如果他去，你可以算新北议员啊。你可以算新北议员，如影随形、欸、有没有、欸啊？他去到哪里就跟着他。跟他都得排名啊，拢对调调呢。你出出这个卡骚波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来帮你拍竞选 CF。罗清德就是安尼，和我还嫌啦。嗯。我这个好朋友，嗯，吃碗来看碗我。嗯。伫台南做市长，第二任打当我。啊，就去新北市去陪望，啊，招台南市的乡亲去伊的故乡。啊，人来台北看看就职典礼，先说去。啊，你排名就是要选啦、啊。我讲啊，做人无安尼，食质硬软，抢三个烦恼事。对。这安尼吼，会互看破卡手、嗯。应该你是甲台南市政做好，跟小英的关系用好势。啊，你跟小英关系用袂好势、嗯。没有很好。哎、欸，你影响台南市民，我是安那对伊反言。伊前四年无做一项建设，嗯，我公开讲的啊，伫议会我嘛甲问你，只要有做一项建设，吼、哦，我随在你啊，完全无，啊伊也唔甲你回应，嗯，到伊第二任当选了后，4月初3，第二任就职100日的记者会，嗯，伊讲过去的4年我都在规划，嗯，未来的4年我提出45项建设。倒一个城市会当同意一个市长四年拢在规划，淡水变伫台北市，民调满意度比今麦赖清德较悬，满意度80%。输予马英九的时阵，讲一句话上感性，伟大的城市，就需要有恁这款无情的市民了、嗯。结果，台南市是多情的市民，变成悲情的城市。那如果今天、這個欸啊，但是我要补一个问题啦吼。既然讲你讲罗市长即摆安尼吼，也未做好哦，就是咧哦，咧上真正就是讲白，他就是要选总统啦吼。伊无机会啊啦。对啊，啊我想请教者，国民党为啥物无爱无较拍拼伫咱，比如讲伫台南生根，像苏俊斌，我感觉是人才啊。好。你看，啊无咧，即摆主要造谣，无咧经营啊。会不会支持苏俊斌选下一届？莫名其妙叫一个黄，叫一个黄继霸出来选这個。苏俊斌。那是今麦个等你，诶，负面的影响。为虾米啊？一开始要留的个好啊，那当然是个留的。当机时留，我嘛个留。小美琴留在那边几年？哇，你看你林佳龙啊，今天啦，你拢看报纸啊？无啦，今天人底下，人底下有开咖啡厅，哇，今天拢在台北。诶，怪讲啊，小美琴就当时等于华人，伊规日拢在台北。啊！即马算掉啊！进前算无掉，十年磨一剑。那如果在金家良啊，苏俊斌进前嘛，十年磨一剑。啊，苏俊斌的进嘛，进嘛一礼拜来一干嘛？金家良啊，算输都无啥物剑呐。啊，输算赢了变十年磨一剑。苏俊斌啊，为啥物？啊，我台南市较早嘛有一个单英雄算3摆。哦，单英雄哦，继续困了，第3摆要出来算，恁敢讲啦？哎，那臭身体啊，搁捧出来。那议员如果觉得台这个国民党在台南要选赢的话，谁现在是感觉上台面最有机会？对啊，总是要规划吧，别当个凊彩上人出来啊。台南市咧摕倒转来啦，伊最近搁包括今仔来参加这个节目就对了。应该是。我评估了，可能我的机会愈来愈。有较悬一丝啦，有较悬一丝，淡薄啊啦，较客气的啦，淡薄啊，哎，较客气的啦，台北人听无？可是淡薄啊，你听无？淡薄，你咪听无？淡薄啊，淡薄啊，淡薄啊。可是先前就说，因为议员也是这个台南市党部的主委，然后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主委评价都很高，为什么现在没有继续担任这个主任委员？啊、因为已经做过啊，好，啊有一个经历，啊我即马爱走入民间。所以我去走入去球场去开球，
吼，我走去民间广告，啊，含这囡仔做，含少年人结合。可是一般来说，就是会认为，就是说，好像跟党中央这边关系上面，是不是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？嘛没啊，我嘛是个中常委啊，吼。那先前这个新闻也报道说，您在中常会里面有提出说反对主席的一些相关的提案，这个状况。哦，我迄不是主席的提案，迄是工作会议提出。要把这个党章哦修改，对交两年的党费。那可能会有人头党员。这就是做造成人头党员嘛。伊讲民进党嘛是安尼，这是唔对的，因为民进党是两党选一摆，所以伊的主席甲党代表是任期两年。对。国民党是主席四年，党代表四年。啊，若无你著甲主席的任期改两年啊。啊，所以若无改，就袂使安尼修。哦，那用两年会真正造成人头党员的反弹。最后，因有若接受我的建议，哦，所以修改。怎啊？甲五年改做四年，比较任期安尼。安尼请教一下，有啥物国民党的主委唔是用选的啊？哦，我讲未来的选，因为国民党呢有一个真大的包袱，就是地方有真侪党工，啊，中央咧发薪水啊，哦，啊，你选了了呢，就是会有造成派系，所以伫这个党产解决掉，甲这党产党工组遣掉，然后予地方的经营者来选。民进党好的物件，咱来甲学啦。所以要等东山解决掉，安尼还要等一百年的。无啊，唔免啦，搞啊！迄东山无像你看安尼啦，一百年。我是、喔、我是最希望看到你当民主的选举啦。啊，民主的选举呢是大家期待啦。对啊。我咱嘛是希望台湾那列两党呢，拢会当正常发展。对，那议员刚刚讲到说，您现在也是有中常委的身份。哦，中常委。那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国民党的新闻讲说，就是说我们以前也是屏东县党部的主委，哦，现在是我们的副秘书长，然后主发会主委张亚平，他在屏东这边好像身上有一些案子。对。可是现在好像什麼案子啊？这个应该是选罢法有判决两年这样子。那所以说，不是会选，他是那个那个什么新闻，对，黑函还是什么之类的。黑函，那所以说，党中央现在好像没有照党纪来去做处分，在这个部分，中常会里面有没有人曾经提出来？哦，加油！因为这个是党章里面好像有规定，改革要靠你们两个啊。对啊，我本来就在改革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议员他其实是最主张改革的。因为这个案不是违反选罢法。张亚平是违反造谣啦，伊讲伊造谣生非啦，造谣生事啊，伊就写动机是写一张文宣，咧选馆长的时阵，伊写众人潘安在世，也不能迫害他人的家庭啦。啊，当然这就是咧影射迄个馆长。潘平安，啊，怎啊安尼话造成？被起诉，最后判两年十个月。坦白讲，这个判了有较重，有较重嘞，很重哦。伊用造谣哦，唔是违反选罢法咯吼。那么这重的中间毕竟是判了，所以伫中常会有哪有中常委吼发兵发难来甲攻击。啊，最后呢，主席交付副秘书长叶秀山去调查，啊，这调查报告也未出来。那如果出来以后，那确实是这个有问题的，因为现在已经是司法判决嘛。那中常会里面会不会有人变成说两派意见？我得等调查出来嘛，调查出来结果哪有，当然不管什么，我是挺站在挺制度这派，挺制度啦，挺制度挺改革，制度要确立啦，当然啦，对啊，要遵循制度啦。对啦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个政党才会越来越好。遵循制度跟换柱，换柱也是，啊，你袂记得啊你，那個同期是29的中常委连续要换主，小弟参选党代表，你改革的力量，我做什么好？你改革的力量，改革的力量，我们家颗粒百年老店家颗粒啊！啊，我是看你多乡亲呢，对啊，乡亲哦，所以我今仔来个感觉讲真正有五万呢，那哦，台南人啊，像你安尼，对啊，哇，国民党哦，我甲个提案，当中常委提案是。精调 A 烂邓来，我选起来，哎、我甲你讲，咱两个双双动算，帮你拍拍手，中央顶两只刷，哦，愈来愈好看，帮你拍拍手啦，
以后多一个合作伙伴啊。等你等我老，我等下催你。有没有很紧张？紧张啊！你底下哪样啊？啊，你安尼，你底眉心快炒边啊？你内行的啊？哦，啊，即马呢就要留电话，啊，眉精诶，眉精交杯，眉精约会，就要留电话。你觉得现在的党主席啊，因为才重新选过而已嘛，大家对新任党主席有很大的期待。嗯、你目前为止，如果要打分数，你给祝祝姐打几分？嗯，目前到今嘛啦吼，在必会待机的情形下，吼、嗯，也当到家来，我是甲拍一个七十分啦、啊，七十分哦、喔，刚刚嘛不晓得几样分嘛。啊，那就职演说给他打九十分。啊，也无同哦，因为对自己人标准比较严格。不是咱对两个人的迄个期待无同，期待值无同啊。哦，嗯、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对黄教授无啥期待，对啊。七十分，那、啊、还有过及格啦。七十分，所以无啥期待。七十分免阁考啊。七十分已经及格啦。啊、对啊，第几届美猪事件一告，告下达一些指令。哦，我这个美国 D。就是这个逍遥啊，美国的啦，吼、嗯哦，有这个莱克多巴胺，这个逍遥啊，这起底也叫做逍遥啊，逍遥啊，哎，食到底的心脏会涨大，哎，腱子肉会作碎，哦，哎，底吃起来拢像我呢，吼、哦，我来讲，哎，就是袂歹啊，但是呢，迄食久吼，囡仔会袂生啦，哦，所以伫这件事件，各个阿条啊加五分。好，再加五分，七十五就对了啦，那、嗯、还不错，越分数越来越高。我们再聊下去哈，结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变九十分了。刚有谈到就是说，议员现在不当这个台南市党部的主委，那反而去选择跟一般人民更加亲近，有去开球有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叮叮雷宝。各位球迷兄弟姐妹、小朋友、囡仔兄，大家好。我甲恁同款，人讲第一讲，食薰奔风，食槟榔吐剑光，不如带女朋友来看野球运动，上届健康点着。Yeah! 欢迎大家，咱的三兄弟已经回来咱的故乡，来到咱的主场，南美国，你脚尾煞好在，提高警觉。今仔日三兄弟油门火辣，红木人拢要甲吹紧绷啦！刚刚那个字幕上面写什么？写台语之神呢、欸？台语之神呢、欸、？The God of Taiwanese。那个时候实在是大家都在讨论，你有贴对不对？我看到脸书上有写。我就因为我写我讲的一段蛮公道的话，他很公道。我说姑且。不要说喜不喜欢这个人啊，喜不喜欢这个政党没有？但是呢，谢龙介讲台语真的，哦，我可公赞他那个调。啊，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你的台语好像比较油一点，为人会安尼想啦。讲你的台语可能较油啊，干比如说美油啊，还是布袋油，还是讲有你讲话面的酷势，很有气势啊。讲话就是一定哎，这个气度，气度加气场，气。我今日嘛要开始学你安尼讲话，头家。你不行，你没有那个身材，看起来很怪，你知道吗？你点菜干安尼点？你去快炒店点菜干安尼？头家看到我就知道我要吃啥，你看。头家，我一个高赞他差人，一个官多，讲话还有酷势。那因为议员是眷村子弟嘛，这个台语你这是冠村的，到底是怎么？你这是冠村的，李中兄的吗？唔啊，今仔拄好这个节目搁定清者，是这是冠村。因为看到报纸都这样写。啊，你咪冠村，人讲你外省啊。啊啊，那新新闻都这样报。我跟你讲，我外省的，有一个外省人的民意代表，啊，伊伫电台讲安那讲，哦，啊，迄个外省啊，食两届台语，搁讲了真好。啊，你听好无？所以其实啊，怎啊，大家拢听准我是外省的。我也是听到那些新闻。杨秋兴去拜访我，嘛讲哇，龙介兄，你闽南话讲得这么厉害，你们外省人比我们本省人还会讲。结果完全不是这样。那外省小张，你是三闽人，跟你讲我外省的。无啊，你们以前那个市长许天才啊，哎呀，你敢看？而且现在媒体都这样讲。我想讲你是最高些，还是带来闽中桥卡迄个，还是讲金钟山村呢？我是闽中毕业啦，我唔是外省的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在地台南市，台南市，多位，台南市多位，恁徛多位？我徛粗坑街啦。粗坑街是多位？粗坑街你著听无啊？哦，
土坑街就是伫美街的西边。美街我知道。啊，这五条杠过来，来到埔这边，啊，才有一个土坑街。啊，今仔日就是讲。台語之神是大家讚謬啦，我不敢當，跟賴神相共啦。我是愛講台語，河洛話呢是真正中原文化，所以不是講啊講話較油，不是安尼，因為有一寡漢文，所以講漢文在這裡底，六曜林不敵都會寂寞為，青山畢竟鐘鳴虎，大海江蘇六世流。他讲到两岸后面都有那个字，有没有？过去就是咧教中教校教人应对进退，哦，咧教囡仔趋势爱讲的话嘛。嗯、所以是汉文，哦，从《弟子规》哦，《三字经》哦，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修孝悌，处谨慎，还爱众，礼亲人，有余力则合文。哦，这是。因为有汉文的基础，啊，所以你听起来讲，我袂所以讲布袋，唔是布袋，伊是引用一挂汉文哦的诗句，有一挂押韵啊。啊，所以何乐为的这样讲对中原来，中原啊。所以你东西宋俗，那用何乐为加两个阿文，真水啊。何乐为加客家语，这两个语言伫中原语系内底是保留上介侪中原文化、中原话的发音。你选举的时阵哦，你的宣传车一直伫阮兜我的窗仔边啊经过，我都想要抗议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贾良介，一人一家台，对吗？那你觉得？公骂谁人才？哦，两华哦，台湾、中国两华爱安怎？卖小台。两华卖小台，台湾靠好将来。好将来，你来行。嘿，我想我听讲，真的是台南市民啦。安尼五岁哦，我。无，我安尼解释两华的关系有对啦，有对啦。你那很巧妙的把洪秀柱要的这种比较轻松的这个把它扛过啦。讲到台语吼，你觉得赖神比较强还是台语之神比较强？对，这都是神字辈的哦。赖神还是好学神哦。哇，伊是我的好朋友啦。哦，因为伊男朋友。啊，你有没他从来没有承认说他是你好朋友。我冇听讲，哎，对啊，我是林家门啦。有一日，啊，无你叫伊。但恁的面头前，但卡梅拉的面头前，讲伊唔是我的好朋友。电视上拍写承认而已啦。讲到台语啊，你们两个有合作过？你是江西个熟识啊？我阿咪熟识十八年啊。十八年是明，安尼是几年？十八年前，1998哦，1998，我当时是咧做里长。1998就是第一届民选总统了人。伊做国代嘛，哦对，伊当选国大代表一个国代，国代一阵，哦，啊你做里长，啊对，他从里长开始，然后慢慢应该是就是领导下一列嘛，对 ，OK， 安民里，俗语讲这韩民里，哦，我是安海里，北区嘛，北区韩民里，北区哦，北区个韩民啊。你们今天有一种就是大家台南市民相见欢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呢，你们两个合作过，在同一支 MV 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V。我的外国用我拢讲台语来哟，这回讲台语不管去到倒位，武汉到北京嘛是讲台语，要安怎嘛是够用月亮看伊台语，才是台湾国。看过我对草地无甲市区打出规定讲，袂当讲台语，害我心内感觉郁出郁出，规间店收收话嘛讲无两句，我若加讲话，当然好，我要报告老师。讲中文无较高尚，讲台语也无较爽，大家咧无共环境，心中是对土地的认同。看伫这块岛上各种族群，大家互相尊重，我是台湾人，咱台湾话咱。哦，对，刚刚哦，这个 MV 就是大基哦，饶舌歌手大基的工作室，人人有功练哦，来对我们一个朋友叫董贝，哎，你是安怎甲董贝熟识的？董贝，爸爸有含我熟识啊？是哦，因家住伫个啥林安路上大楼，算安定人嘛？哦，因安定人哦。所以啊，你嘛，你感觉甲少年家合作啦，感觉袂歹。真好啊！啊，少年人安尼，所以像恁这少年人嘛，真好。不过，甲你奉劝一句话啦吼：硬板的果子袂甜，硬出新苗袂爱你哦，茫傲慢了啦。无啦，我人有男朋友啊啦。没有没有。有啦，系啦，我是因为那时候算计无。啊，你唔煞要弃权，安尼都唔是查甫囝的作风呢。来，我欢得大爱嘛，拄好命。横刀夺爱才是爱啊！你硬板个底啊！对啊。啊对，最后刚刚请你用台语吼来发表一下你。如果要竞选台南市长的话，你发表一个竞选感言，用台语。对，网络顶边的朋友讲，网络的好朋友。
政治是一时，做人是一世。为着政治利益，挺身而出，一点仔意义都无。如果为着城市的发展，挺身而出，为着台湾的将来，挺身而出，值得恁个支持。所以，在这个台南市，人讲阿扁也讲的，伟大的城市必须要有无情的市民。那么，咱台南市呢，过去这尼啊疼惜着民进党，做二十多冬啊啦，恁看到拢无啥物改变，和新人新进党，换人换党做看卖，啊，包括阿兰，乔新，徐高呢，恁若要看因港台。来做工，就一定爱我选嘛，我选你们开来，对不对？哇，好诚恳哦！二车要费啊，我600块，国民党的计上600嘛。啊，无你啊，等台南甲新竹来就好了。走路讲600。好诚恳，好诚恳。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，上一个礼拜呢输的这个大冒险是 A 烂，所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冒险的 VCR。又到了今天大冒险的时间了。来台北会觉得很热吗？热的，闷啊！刚好你这次输嘛，那我就……谢谢，还没有冰呢。不是要跟你喝的、啊，现在不是，就是呢，你今天大冒险要使用到的工具，没错，就是呢，你有来台北骑过 U bike 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那太好了，给你一次服务台北市民的机会，就是呢，来帮。台北市民洗一下我们的 U bike， 这个维修费用应该都有从储值的钱里面扣了吧？应该他们有专人在清洗的啦，都有专人在保养它的这个正常运作啦，也不用再洗了啦。要来，就给你一次服务台北市民的机会。十台，好，我们就准备开始看 A 烂今天的大冒险吧。洗哦 ，OK， 好了。但是我觉得你洗的真的还蛮干净的，你看那个笑脸都出来了。你看哦，这个就不一样了，完全那白就黄的了，对啊。那可能被刮坏。而且 U bike 很奇怪， U bike 到底是成立多久了？还一段时间了耶。那一段时间为什么看有的已经黄的啊？就是每天风吹日晒。其实一台脚踏车你用一阵子，它其实就会慢慢斑驳了，而且他们的使用率很高，你知道翻车率啊？我们都不用翻车率啊，翻车率。翻车率，翻车率，翻车率很高，车转率啦，翻车率。你看它洗得蛮干净的哈。尽量，有些车是没有办法，有些就是胶带。刮痕呐，刮痕就没有办法出。听说里面有装那个什么 GPS 什么之类的嘞，因为有时候我看一则新闻，就是有人把 U bike 偷偷骑回家，就他不知道说里面有卫星定位的什么东西，就有被追查到。听说你考上驾照了没有？对啊，考上驾照了。对啊，各位用路人请小心啊！你应该要公布你每周的行程的那种，追人勿近。我不会酒后开车啊，至少，但是其他我就有点。那你想先开什么路啊？先开人少一点的。你说你要先开88号车去，开始去体验就对了。体验一下，因为刚考上驾照，通常他们都会建议说你要赶快开，免得呢你到时候你有驾照，那你不敢上路。你说你要趁半夜车比较少的时候开，对不对？少车少一点。车少一点，哎，快打快到，冲撞总统府啊！你小心倒冲，有没有？向马政府进行最后的一个抗议。失明。你去开那个立体停车场啊？有停车。有啊，我之前有停过。你不是说你开停车场撞到东西？你连开停车场，操作不当哦。对，不对，汽车就算再操作不当，也不会有巨大声响。不然是什么档改成什么档的时候，你确定你没撞到东西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撞到。没有哀嚎的声音。没有，我下车检查超久，但后面那一台那个凹洞是我撞的，真的不是。洗车要洗出声音。哎呦，专业。对，太快不会把人家磨受伤哎！我现在想到那件事。不会啦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不是拿丝那个？我把所有的 U bike 都磨伤哎。没有，哪有啊？我是用对面，我不是用对面的。不会，我跟你讲。是啊。不会，又不是拿银色那一种。看会不会连网友都要炮轰我来啊？网友现在都喜欢针对我嘞。真的不会啊？那你赶快改用。又发文哎 ，A 让多此一举。
不会用菜瓜布，没看过菜瓜布，也看过菜瓜布走路。哎呀，说竟然用粗的这一面在那边刮，难道不知道这是塑胶材质吗？可是洗碗不是也用那一面绿色的吗？洗碗那是你家里的碗，是 U Bike 啊，这不一样，这是 U Bike， 台北市政府的财产啊。还有是游戏，还有他好像改用这一面了。好，赶快用那个黄色海绵。我会不会像淋水，然后他等下刹车失灵啊？我刚刚想过这个问题，后来发现应该是不会。又被网友骂了。他那不靠电的。颠倒，多此一举。可是我网络新闻都要怎么下标？对，出车祸都是他。好，吸引大家点进去有没有？可是我自己啊，去租 U Bike 的时候，真的会比较喜欢选比较干净的。当然了，是没有人喜欢选脏的吧？我每次选那个 U Bike， 我要选那种坐垫最舒适。这个大概有到180哦，你看我175，我都哎呀，我都要垫脚尖了。你不行，感觉外刚刚是姚明级的，姚明。要接起来，等一下去浇花啊！你现在变成喷子了？对啊，冲马桶啊！你要节省资源啊！姚明啊！希望台北市民们，如果你们骑 U Bike 会想到我们，我也曾经有贡献一点绵薄之力。好热，谢谢。